却又惊雷起，长烟落日山河多，你在飘渺云里花里，你在飘渺云里花里。此事关乎朝廷威严，涉及安定，务要尽速查清元凶，整顿军务，安抚崇州，以备再战。陛下所言甚是。淮英，陛下，依你之见，谁可担此重任呢？这除狄公外，无人可担此任。陛下，狄阁老资深望重，在军中颇具威望，且素有神探之名，担此重任再合适不过了。淮英啊，臣在。几年之前幽州一案，你巡阅告破，令举朝震惊，而今这副担子你恐怕又要挑起来了。事关江山社稷，臣岂敢推辞。好，就这样定下了。淮英啊，自为尔为河北道行军大元帅，崇州大都督，提崇州事，率左卫主力往镇崇州，一来欲强扣于城下，二来查查此案，便宜行事，圣旨即刻下达。臣领旨谢恩。恭迎钦差大人。大将军不必多礼，皇帝钦点，圣旨由你宣读。请。
听恩浩荡，明察秋毫。哦，将军，我们现在就走吧。好，请。圣旨到，同州刺史邱靖接旨。臣崇州刺史邱靖接旨。旨一，崇州刺史邱靖，北边乱世，官和不宁，崇州一战败伤天威，而身为刺史，不安军事，不体大局，竟置三军将士于不顾，危难之时挟私报复，拒不为大军提供粮草被俘，使大军羸弱，制遭败绩，着即免去崇州刺史之职，由大将军王孝杰接任，命牵牛卫押解进京，听候处置。钦此。怎么，邱靖，你不想接旨吗？臣邱靖领旨谢恩。看来邱大人没有想到啊。起来吧，看看吧。不用了。拿下。是是。起来。将军，冤枉啊！自战役开始以来，邱大人安抚百姓，转运粮草，在大军溃败之下孤居守城，将军给我住口。什么安抚百姓，转运粮草，孤居守城，简直是一派胡言。邱靖坐拥孤城，妄自尊大，拒不服从本将调遣，置大军生死于不顾，真是罪无可恕。如今天威降泽，尔等竟还敢高喊冤枉二字，真是岂有此理。难道尔等要与邱靖共同领罪吗？哼，大将军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哼，邱大人还是想想怎么向皇帝解释吧。带走，走走。大人，刺史大人，把宋将押上囚车。是。真是的。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再养一养就无大碍。是。恩师来了，快扶我起来。好。恩师。恩师。曾太，学生无能啊。快起来，快起来。连这么一点小事都没有办好。那你就不要自责了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啊，
那份唐报还在你手里吗？正是，当时学生就是怕出这种意外，因此将唐报连看数遍背熟之后，将原件放在了县衙二堂的公示板中。好啊，曾太，经过这几年的磨练，你做事越来越老道了啊！那还不全仰仗恩师的教导。狄春呐，明日你亲自赶往永昌县，将唐报取回。是。曾太，事情你都知道了吧？我们必须马上赶往崇州。刚刚元芳都跟我说过了。而今事态非常紧迫，皇上已经委我为河北道行军大元帅，往镇崇州。我们不能再等了，必须立刻行动起来。哦，元芳，你连夜出发，赶往贺兰驿。我想那里绝对不会风平浪静。即使水面平静，水下也必有暗涌。调查之后马上赶往崇州与我会合。是，卑职这就动身。师父，我在。我看你也不必回永昌了，明日我就具表，把你调在我的麾下听用，我们一起去崇州。太好了，学生求之不得呀。我们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。叔父，李将军走了，曾叔叔也跟您去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你一个女孩子还是留在洛阳吧。那好吧。狄春呐，在。立刻收拾行装，三天之后我们会同大军一起出发。是。哦，那个异族王铁汉也要带上，到了崇州之后有些事情还要向他了解。是。都走了，就留我一个人在这儿，我又不是看大门的。如燕呢？你在这里嘀咕什么啊？叔父，你想想，一路上你要是闷了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我？我不会闷的。我是说万一。万一？那你的意思是？你想想啊，如果有我在呢，还可以跟您说说话，给您解解闷儿，不是？万一遇到案子，咱也能帮您分析分析。我挺聪明的，我爹就说我像您。说了半天，你还是想跟我一起去啊？哎呀，您就再考虑考虑嘛。恩师啊，如燕可了不起啊，把她带在身边，说不定真能帮您的忙呢。就是，老爷就把如燕小姐带上吧。就是啊。而今崇州新败，情势不稳，我怕会有危险呢。我不怕危险，危急时刻我才能显身手呢。你爹把你交给我，我怎么能让你屡屡犯险呢？永昌之事，要不是你运气好，恐怕会落得和曾泰一样的结局。好吧，这样，我答应你，只要崇州形势稳定下来，我立刻派狄春前来接你，怎么样？那得什么时候啊？多则一月，少则十天。那好吧。如燕，李将军，找我有事啊？我想求您件事儿。什么事？我能不能和你一起走啊？和我一起走？是啊。大人知道吗？当然知道了，要不然我能来找您吗？既然大人知道，没有问题。太好了，谢谢你，李将军。你去收拾一下东西，半个时辰以后出发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你等等。怎么了？大人真的知道？当然知道了。好，我去问。你别去，别去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胸怀宽广，四海为家。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？我说叔父知道，他就是知道。这有什么可问的？好，
不问就不问。如烟啊，嗯，大人为什么不让你去？他就怕我出危险。哼！哎呀，没错，他是不让我去，所以我才来求你啊！你们都跑出去玩了，凭什么把我一个人留在洛阳啊？你怎么会觉得我们是出去玩呢？哎呀，李将军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带我走吧啊！大人不同意，我不能带你走。哎，你，哎，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，就因为我是女的，对吧？大人是为你好，怕你遇到危险。我都不怕危险，你们怕什么呀？好，你们看不起我，我偏要做出一番大事情给你们看看。时候，你们可千万别后悔！真是，不是，嗯，信中都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他要去做一番大事业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哎呀，恩师，永昌之事，如燕已经和那些歹人打过照面，我怕他自己出去会出什么事啊！怨我，都怨我呀！我应该早想到的。
是什么人？邱大人，您看，凯固大人，凯固，邱大人，是你，邱大人，您受委屈了，真的是你。之地不可久留，我命人先送您回到右营。好，小六子，在，你命一小队护送邱大人回到右营。一小队上马。是。东城一定要小心。是吧？检查一下库，还有没有活口？发现我在挡你的路了，小伙子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别找事儿，快走吧，走。等等，怎么了？你们是什么人？这些牵牛卫是谁杀的？你怎么会知道牵牛卫？你是什么人？回答我的问题。小子，你最好还是先回答我的问题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再问一遍，你们是什么人？这些牵牛卫是谁杀的？哼，小子，算你有种，还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。我已经问了第二遍，你最好不要让我再问第三遍。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。将军，是他。小子，是你吗？你说呢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回答我的问题。好，小子，只要你胜了我手中这口刀，我就回答你的问题。好吧。有伤。是谁杀了牵牛卫？放开李将军。嗯，紫衣人杀了牵牛卫，我杀了紫衣人。你是谁？囚车里的人又是谁？哼，这是第二个问题了。不错，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。哦，是吗？小子，你杀了我吧！你只要敢动我们将军一根汗毛，我们立刻将你乱刀分尸。小子，看到了吧？杀了我，你也活不了。哼！
人是鬼？少废话，回答我的问题。动手吧。给爷爷来个痛快，折磨人的不是好汉。快动手吧。哼，想不到你还是条汉子。我劝你回答我的问题，不要无谓地断送了自己的性命。少废话，要杀就杀。那你只有认命了。请大侠开恩。请大侠开恩，小的们情愿为将军受死。请大侠开恩呐！开恩呐！大侠开恩呐！要杀就杀，不管他们的事。李将军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小的们死了无足轻重，可是您要死了，弟兄们可怎么办呢？给我住口！小刘子，回去告诉邱大人，就说我李凯故死而无憾。将军，动手吧。给你三天的时间，三天内把一切都料理好，三天后这个时候我在这里等你。你就不怕我不来？你不会的。谢谢。哎，我叫李凯姑。南方大将军，怎么了？囚禁被人劫走了。什么？劫走了？有人看到是李凯固将军所为。是他？正是。有一名士兵亲眼所见。这个恶贼，擂鼓巨匠，将军今天要将此贼明正典刑。是。将领都到齐了吗？回大将军，只有右营将军李凯固未到。哼，契丹旧将李凯固自降天朝，素怀二心，平日里不服调遣，诅咒朝廷，已是罪大恶极。然本将军念其穷途来投，不愿擅杀大将，常宽容一二，孰料此贼非但不思悔改，反而心中怀恨，暗中与旧主李进忠往来。大将军，李凯固虽是契丹降人，然战功彪炳，勇悍异常，屡挫契丹大军于河西，说他暗通契丹，末将看来似乎缺少证据吧。好，看来赵将军与他倒是知己喽。末将不敢，只是直陈真情。真情，哼，真情就是他与崇州刺史邱靖沆瀣一气，密通敌军。而今邱靖事败伏法，李凯固深感不安，竟率右营官军公然截杀牵牛卫，救走朝廷重犯邱靖。什么？真是丧心病狂，猖獗之极。怎么样，你现在还认为李凯固冤枉吗？末将不敢。哼，孙副将，末将在。你立即率军前往右营，擒拿叛贼李凯固到府。得令。你说什么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事情败露，大将军刚刚下令将李将军擒拿到府。
真是赶尽杀绝呀。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这都是我连累了你呀。李将军，邱大人，末将有句不该说的话。将，您一旦落入大将军手中，那可就是死路一条啊。你的意思是反？将军，赶快决定吧。哎，不，开固，绝不能反。你本是契丹降将，一旦为了我背反朝廷，不但落得个出尔反尔的奸诈之名，同州之事的真相也将永无昭雪之日。这样，你马上押我去帅帐，就说有歹人劫囚车。你得到快报，立刻率兵前去弹压，将我抓捕。这怎么行啊？事到如今，已别无善法。你想，只要你率兵造反，就成了人人可杀的叛贼，你我的话谁还会相信？开悟，邱靖本是个该死之人，我死不足惜，可你却一定要留下清白之身，一旦时机成熟，将冤情告白天下，讨还公道，替为兄证明啊。愚兄身后的清明就全在你的身上。邱大人，快快前进。邱大人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如此书生之见？李将军到了王孝杰手中，还能活着回来吗？还能替您辨明冤屈？二位只有一个下场，就是被王孝杰杀死灭口。邱大人，他说的有道理啊。王孝杰早就对我怀恨在心，此人心胸狭窄，行事阴险，你我一旦落入他的手，有死而已呀。不，开固，做什么不能做反贼，而且朝廷对你恩重如山，你不能背信弃义呀。将军，您率右营官兵营救朝廷重犯，已经做下了大逆的勾当，说句实话，您已经造反了。这而且您是契丹降将，又与大将军有隙，他早就欲除之而后快，现在的情况您心里最清楚，而今他抓住了您的把柄，您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啊。李将军，将军，孙副将率数百军士已到右营左翼。来得好快呀、啊！将军，弟兄们的生死就在您一念之间。说不得，反他娘的！包围右营！是。快，将右营团团围住，有敢进出者一概格杀。是。李将军，随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大将军有请。请孙副将上禀大将军，李开固偶然小恙，不能前去回话，明日自会到府请罪。哼，恐怕由不得李将军了。哦，来人，给我拿下！是。李可度，你要造反？你说对了，狗贼！平素里与王孝廉狼狈为奸，但是见不得人的勾当，今日竟在某的面前口出狂言，死有余辜！Thank you.
帅右营造反，现已攻入北门。这个恶贼立刻传我将令，前营和中营侧翼夹击，将其压在北门附近，调卫卫主力进城破贼。是。封锁街道，任何人不能随意走动。是。搬到这边，快点。北门逃往贺兰山中，命大军明早出城进剿叛贼，务将此贼一网打尽。是。传我将令，抓捕邱靖、李凯姑逆党，绝不能有任何一人漏网。是。我右威卫兵败东峡石谷，乃是从未有过的耻辱。然蒙圣上天恩浩荡，未曾降责，本将军已是愧疚万分，无地自容。诸位同属右威卫麾下，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吗？如今我以诸军是一荣俱荣，一辱俱辱，凡不能共进退者，军属一己，绝不姑息，望众位降之。谨遵大将军教诲。跟踪我。嗯，正是啊。跟了你好几天，可真累死我了，简直太不容易了。真是。你先把嘴里东西咽下去再说话。嗯。别噎着。哎，饿死我了，我都一整天没吃东西了。知道吗，如燕？你这样一个人跑出来，大人会多着急。是让你们带着我出来。哎呀，你就别摇头晃脑的了，找个正念给他写封信不就行了吗？那现在怎么办？你说呢？现在你一定要跟着我了，对吗？那，嗯。你把我丢在这荒山野岭里，反正我是没意见。嗯，只是我舒服他。答应我一件事，否则立刻送你回洛阳。
什么事啊？你说吧。一切都要听我的安排，不可自作主张。好啊，这没问题。哎，我说你可真厉害。什么真厉害？今天上午我在峡谷里看见你对付那个虬髯大汉了，他那么大的个儿，在你手下就像个婴儿似的，丝毫没有还手之力。哎，你为什么放了他？因为那些牵牛卫不是他杀的。啊？你怎么知道啊？是他告诉我的。你可真好骗，他说不是就不是啊？当然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条好汉，不会说谎。快吃吧，吃完了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赶到贺兰驿呢。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